好，就是有新的这个逐鹿争锋的这个时装哈，这个还蛮漂亮的，这个应该很早就出了，是不是？还是最近才出了？我是刚刚才看到的。哎，这个很赞呢。我这样子都没有被锁过啊！啊，这好赞哦，好想要哦。OK， 也就是说排位是给特效，然后还是要直接买。哦 ，OK， 这衣服还是要买，可是我觉得这套很棒啊。这个脚勾就算了，可是我觉得这个很棒。紫贝华很怪吗？可是我喜欢他上半身，好，然后再来是诸葛爱的，好，那诸葛爱的这个女仆的咖啡女仆装，不过她没有配音啊，超大超短，哎，真的很赞呢，这比这个还夸张哎，之前啊这两个不能看，这个很赞哎。你看，哦，这个丝袜，哦，哦，好端哦！我是说他的头发很端、欸，到时候又被锁，这很赞哎、欸！这个，哦，这个好想买哦。哦，可是受不了了！你看这个角度，这个角度，这角度很赞呢、欸，这真的很赞哇！你们不喜欢的吗？很赞吧？对啊，你看。哦，啊，啊，啊，不行了，哦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啊啊啊啊！如果这样子没被封，代表昨天剑侠世界上凭什么封？这样还好吧？我没干嘛、啊。我不能啊啊啊！是这样吗？不行吗？不会吧？阿斯不行吗？奇怪的，我怎么了吗？我到底怎么了？很正常吧？阿斯谁都会啊。好、啊，哎、欸，好赞哦！哎、欸，真的很赞，我就推荐各位，如果到时候台服有上这个时装哦，嗯，真的是要买一下。我们看完诸葛爱的，再看一下那个人段里的。人段里的抖动幅度没那么大、哦。雷霆万钧，寄于一丝；江湖千秋，悬于一命。嗯，抖动没那么大。然后银马的，银马抖动就很大了，就很像穿泳装，不觉得吗？然后。葛云一的话就很正常哦 ，OK， 谢谢。那领取就 OK， 谢谢，谢谢。啊，是这样子啊。好，好，那这套时装个人是蛮满意的哈，推推，这个非常适合诸葛爱，这个女仆时装超适合诸葛爱的。好，就这样子，希望大家可以有这个未来式哈，先知道有这个时装哦，赶快存钱啊，赶快存钱。台服出了啊，赶快买啊，赶快买，好吧，好，就这样。